周建清，赶紧上场了。哦，跟我来吧。哦，好。手机我帮你拿吧。 喂，顾总，你赶紧去看官微评论。曼星给他的台本是抄袭的，可这怎么算到他头上？下面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入围选手发表获奖感言。大家好，我非常想在这里。周建清，滚下去！不要脸！漫画都是抄袭的，不要脸！不要脸！赶紧滚下去！凭什么？别扔了，我们已经报警了。请大家保持冷静，你们再这样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。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